之前那个搭档叫陈文，其实我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好成绩，组团上春晚，我们好好演，成绩不重要，淘汰就急眼，不敢不敢不敢，这绝对不敢。欢迎几位，欢迎，谢谢，来，有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，名字叫做我想有个家，有请。哎呦，大姐，你这招太香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胯骨柔的不得拽飞了啊！老板，我刚拖完，你还没干呢，你说下来干啥呀？你说你擦这么干净干啥呀？我擦都擦了，我不擦干净我干啥呀？你说你老这么勤快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一天天的干啥？干啥呀？这是！哎呦，大姐，你说我就出个差啊？这东西给我码的横平竖直，这家伙赶上麻将牌了，你说？哎呦我天哪，我都不舍得拆，拆完回头我都安不上。哎，大姐，那活不用你，那园丁一会儿就来了。那小子家里有事儿。又有事儿？嗯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去。喂，家政公司吗？不是，你给我找这园丁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总有事儿？赶紧给我换一个，要不岁数大点的，有经验的，听好了啊。这回你给我找的园丁，第一，必须是单身，啥玩意儿？媳妇改嫁了，改得好。第二啊，干净利索的。第三，速度要快，面对笑容。第四，挂了。大姐，这时间差不多了啊，我还得赶飞机，我得走了。啊，你说你这地擦的，你说你把我还给困里头了，你说这还……老板，来来来，你跟我走。哎，这。这边好，来走啊，走着节奏走，哎，陈忠，这老板太幽默了。哎呦我，哎呦我的天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这玻璃盖子给我卡的，肯定是秃了皮了。这门槛那也太高了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锯了。哎呀，我说谁呀？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打电话让我来的。谁打电话让你来的呀？公司呀。你就是新来的园丁啊？对呀，速度要快，面带笑容吗？花儿奶奶，我收拾收拾的来。行了，你别捣乱了。你一个伐木的，你说你修啥花啊？贴根修啊？我管那事儿呢？公司让我伐谁，我伐谁。你靠点边啊，别哪棵树倒了把你给砸了，你靠边。行了，你赶紧带上工具回去吧。你老让我走啥呀？我不把活干好的话，不给你和咱们公司丢脸呗。咱们？你啥时候成我们公司的了？你不总不回家吗？我上你公司就找你去了，正巧赶上你们公司缺人，就相中我了。完他们问我，你以前是干啥的呀？我说我呀在园林工作。他说你具体是干啥的呀？我说你给我锯呢，我什么都能干，就真的就把我录用了。他们说你得填个表，必须填单身，这活儿才好找。我这一打听，你行了啊，你填的是丧偶。哎呀，
那对不起了，我必须改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咱俩事儿回头再说，你赶快回去。不是，哎，回去吧。咱俩现在是同事，请不要打扰我工作，好不好？我先把门口挡车位那柿子树干倒，柿子树我这么一干，它这么一倒，门槛子往下这么一夯，完事咱俩再唠。你砍啥柿子树？人家是风水，你这捣乱啥呀？他挡风水，我必须干倒他。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捣乱！他不碍眼，你知道吗？哟，这小老头还不错啊，笑容挺精神。我跟你说，在我家干活，我长话短说。第一，你管着他；第二，你陪他管；第三，你好好管他；第四，你看着他管好你；第五，你管好你自己。那不一个意思吗？第六，你别管我，干活去。啊，大姐，你来来来。这第一啊，咱们家这保险柜的钥匙我可就交给你了啊。第二，大姐，你记住了，照顾好咱们的家啊。第三，别太累，照顾好自己。第四，我走了。老板，那行，你路上慢点哈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行，放心吧，你也别送了啊。老板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待到来年山花烂漫时啊。这浪漫，我这浪漫，你这浪漫，你干啥呀？你瞎修啥呢？这是啊，就这花吧，它有点太贱了，要想修好它呢，你得先去叶，再砍身，扒树皮锯树根，待到来年山花浪漫时，它就正高。你这死老头子啊，你就气我吧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看你带这些工具来，你就是来搅局的。我搅啥局啊？我是怀揣着诚意，面带着笑容，给你收拾花草树木来了，你说是吧？哎呦，我这一进门啊，一看啊，这人的问题呢比花大，所以呢我就改收拾人了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小树不修不直溜，人要不修理呢，梗啾啾。行啊。现在你也过上全实木的生活了，是不是？把跟你过了几十年的破胶合板呢，是不是忘得都一干二净了都啊？你说啥呢？人这家再好是人家的，我听的可是咱。你钥匙拿好，看好咱们的家，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你从来没对我这样过。我进门第一句话，你死哪儿去了？第二句爱吃不吃，第三句刷牙洗脚，第四句别闹。这死老头子，你说这话说的，那我能跟老板那么说吗？老板说我走了，我说哎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那我能说你爱死不死？那老板能给我开钱吗？我少给你开了是咋的？哪个月没上脚啊？你别吵吵，给我下来，坐着。把工具都给我交出来。那不都在那儿呢吗？兜里那小锯条，我还告诉你，出来这些日子呀我清静多了。我干啥干啥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正一步步迈向咱俩的梦想。你有梦想行，能不能带着我和电锯一起飞？带你飞啥呀？抱花子锯末子。哎呀老伴儿啊，我那不是心疼你吗？啊，你说啊，咱都快六十的人了，回家吧。啊，不回。不想我呀？不想。真不想？不是真不想。你干啥呀？别闹。我就闹。有监控、啊，有有呗，哎、呀有有就有，我放网上还火了呢，我管大事，我得挡上点。哎呀，你拿下来，你拿下来，你靠边儿，拿下来，你靠边儿，你干啥呀你？小兰，我今天要不整点必杀，你不知道我是谁了，是不是？干啥？老伴儿，
这条腿怎么回事？你知道，只能到这儿了。正式开始，老伴儿，想当年咱俩结婚的时候，就一间房，两个柜，三个衣挂，一套被，亲戚和朋友凑到一块儿，总共不到10位。苦了你了啊！我知道你出来打工很辛苦，是为了这个家，但这里边呀，也有我的事儿。这几十年呢，我成天跟你喊，这嗓子喊的，从蒋大为喊到杨坤了。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。昨天那小两口已经找到我了，问妈干哈去了。人说了，要妈不要爸。老伴儿，你可以丧偶，但我绝不能改嫁呀。我一想也是，咱怎么拼才能拼到房子啊？回家吧，啊，你太辛苦了。这事儿如果要让孩子知道的话，他们脸往哪儿放？他们肯定得搬出这个家呀。你这是硬要把我拉回家呀？不，我是用我的爱来融化你。那你还喊融化？你个死老头子！回家吧啊！松开，你给我上那边待着去。老板，老板，你别别，老板，老板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他是不是拿咱家东西了？老，你是不是亲他手了？没，没有。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！你刚才不就这么的？哎呀，这么亲的吗？还不承认？接你上后，你靠后来。老板，我保护你。你靠后，你靠后。你到底干啥的？园丁。园丁。我看你像宫保鸡丁。园丁把我家花都倒成那样了。那个，我现在给你整对称的，来来来。得了，你别霍霍这颗了。你呀，我投诉你，我现在就投诉你，我马上打电话，我投诉你。喂，宫保鸡丁吗？什么宫保鸡丁？老板，家政公司吗？你给我找的园丁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老板，你上我家，我跟你说，我慌的，你说什么说？不要的，我家花老贵了，你赔都赔不起。我告诉你，我有事，你给我来电话来，我投诉你，你给我，关停。老板，是我家员工守了，这是个什么人啊？是我家员工守了，我挂了。挂了，大姐，你给我来，我没说完呢，我投诉他，你给我，我必须要投诉他，你解释什么？你给我。老板，我们俩认识。认识，刚认识啊，认识30来年了，他儿和儿媳妇俺都老熟了，老情人啊？什么老情人啊？他是我他是我男朋友，是吗？是，就领证了，领了证的男朋友最烦人，领了证的男，那不就是两口子吗？好啊，当初我雇你的时候。你可说你是丧偶啊，有他在这儿我丧不了了。你不也说媳妇儿改嫁了吗？有他搁这嘎达谁敢改呀？合着你们两个是合起伙来骗我哈？你过去啊，站好了啊。老板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俩呀家境一般，就一套房子，这儿子结了婚呢就显得有点挤，这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有时候啊难免会遇上些尴尬。媳妇儿是好媳妇儿，要是总这样下去呀，大伙儿就会太累。我和老头商量着想再置一套，又不想离儿女太远，更怕儿女知道了他误会我。我这闲着也是闲着，出来呀挣个房子的差价，所以呀我就丧偶了。我也就不客气的改嫁了。这回你们俩说的都是实话吧？老板，要不真的一会儿啊等收拾完行李啊你再检查一下，那我俩呀再走。你要再不信的话，你上家政公司查查，俺俩都搁那备案了。老伴儿啊，那你房间在哪儿呢？咱收拾收拾东西吧，是不？行。你们这就是在逼我！哎呀！他打进来了，他打进来了。
的了？行了，你别走了。第一，你还当保姆；第二，你保护保姆；第三，我让保安保护你和你保护的保姆。啥意思啊？都别走了。哎呀妈，不要走了啊！那太好了。第四，你给我看看来，门口这一小撮人，咋回事？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妈，哎呀，妈，大孙子，大孙子，我这不跟踪我爸吗？到家政公司就找事儿了。那个事儿俺俩都知道了，回家吧。爸妈，你俩想买房子，那咱俩也有积蓄啊。是啊，咱们共同努力，一起分家。嗯，一起出家。嗯，说啥？会说话不？那叫为了分开而努力。哎，这是你儿子啊，这是你儿子。这不是你儿子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俩是好意，你们根本就不懂，那空间再小，有人儿，那才叫家。你空间再大，没人儿，那就是个回音儿。今儿啊，我跟你说，这第一，从今往后这儿就是你们的家；第二，你俩常来；哎，第三，必须经常来；第四，妈呀，我真得走了。哎，老板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待到来年，山花烂漫时啊。接下来我们赶快听听评委老师的点评。首先有请潘长江老师。赵博刚才表演不用说了，我觉得整体你的表演风格还延续了你以往的那种表演。现在有点表演有点太炸，跟他们有点融不到一块儿。你最好你的表演跟他们能融到一起，这个小品这个作品你们表演就更加完美了，非常非常好，谢谢。谢谢潘长江老师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梁宏达老师您的意见。我想就这个作品说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助演演老板这个感觉比较跳，就是这个戏如果是平着的话，他跳出一块儿，这个不是他个人的演的问题，我认为是这个情节设置上呢有些需要理顺的。你比方说，为什么这个老板上来这么要求你要离婚，他要改嫁要单身呢？这个没有铺垫，应该一上来这个老板呢在跟保姆吐槽，就是我公司里头啊，有人这个两口子一天净事儿，这我让他干什么都是家里孩子病了，老人如何着？你看我就喜欢单身的。应该前面有这么一番铺垫，这给他后边就说这俩人你不单身不行，给这个做合理的铺垫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作品最大的一个好处是通过这个作品再告诉我们大家，挣钱不是生活当中的全部，如果因为挣钱把家庭搞得散了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如果挣钱能给家庭的生活质量提高，这是每个人应该奋斗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底线是一个感情问题。所以我也这个想起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现场当时我编了那么几句给小两口祝福，我认为用的这个小品上是非常恰当的。您说说。我当时给这个年轻的小两口祝福，我说四句话。第一句是生男生女都是自己的玩，房子大小都是自己的家，挣钱多少家里人算计着花，家产多少都得孝敬咱的爸和妈，对吧？哎，说得太好了。哎呀，说到现场，我觉得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在心里也都是暖暖的，尤其是最后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感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巩汉林老师您的意见。应该讲赵波的表演喜剧性极强，
是难得的一个好的戏剧演员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我还是希望你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，尽量摒弃模仿。你现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完全可以自己来驾驭一部作品，因此尽量少别人的影子，就像长江老师说的一样，演你自己的东西。女演员演得很生活，严格意义上讲，你整个的表演不是说喜剧色彩很浓，你是在完成一个角色本身赋予你的任务，完成得恰到好处。两位年轻人的上场，虽然戏非常非常的少，但是小的尺寸、分寸感的包袱的把握还是很到位的，不错。老板这位助演，我觉得就是用力稍微猛了一点，另外风格特征虽然有了，但是不够鲜明，和他们有一定的区别会更好，不然你们三个造到一块儿去了，这个戏就不好看了。你看好的戏都是四梁八柱搭配着来。好了，好，谢谢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，同时也谢谢几位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作品。稍作休息，一会儿见，谢谢。